没有人呢，也是个井，你看，妈在这边一路上走啊，一路上走啊，没有半部车子，也没半个人哦。好久好久才来一部车子，终于来了一部车子来捧场，上镜头。啊，好可怜，这个祝家庄嘛，是吧？还有护城河。这叫祝家庄的英才啊。嗯。英才书院啊，不是那个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那个英台啊。才。英台了，他是英才书院的。太多了。打卡，妈好打卡不打卡，是吧？来。好打卡不打卡。有路，都有在路，有好了。你女儿说红色的房子，来红色的房子。哪个？阿公家是吧？我们在。那个。这么大间哦。那是阿公的家是吧？我们去不是这种的。嗯，不是吗？你女儿说红色的房子，我在。你拍个照给她看嘛。你传一张给他看嘛，那是不是阿公家嘛？是的话，我们去蹭饭去了。多人住在一起，那个房子也安家带起来。斜斜的出租给来的，我们那方向。来，再来，这张直的，刚刚那张是横的。这样掉好了。好，那大嫂也来一张，谢谢啊。那大哥也来一张。不是的，英才书院的。啊？英才书院是个。对呀、啊，祝家庄的英才书院呢、啊。是的。要加水的可以加，这个路。不要拍我啊！你不讲我还忘掉了嘞。我注意很淡，不要看我。租衣服。手机拿掉。没啦，就去卖茶啦。黄古的啦，黄古的造型啦。
不一定啊，以前你说这个，你说现在很好，那个以前这个东西是很科学会啊。这高债是这一种东西，东西财那不值钱。大成殿呢、啊？至圣宣之公司、啊，大成殿呢、啊？手机拿在手上，看来要拍的地方对不对？